今天哪么做、啊？对啊，他们今天在巴克莱中心那边啊，就发那个提神饮料，吼、哦，然后我喝了一口，好难喝哦。是吗？等他们啊把那个饮料给喝完了之后啊，丢那个罐子。啊。然后啊，我就在那边一罐一罐的把那个罐子啊给倒光，倒在那个街上。我看今天那些鱼啊，整个晚上都睡不着。我告诉你。我跟你讲。你那个衣服留在外面，我明天啊帮你拿去给王涛改一下，然后我明天拿去给王涛改，对不对？我顺便看一下他那个女朋友，我听说他那女朋友长得很漂亮。你就喜欢这样，看你那衣服穿的样子不好看，知不知道？啊，算了，没关系，哎呀，自己讲给我自己听，真浪费，我就情愿要钱。这你就不懂了，现在这个大家抢着要，排队买都还买不到。这个我喜欢。My friend is making a documentary on musical prodigies, and Liang is in it. So you're so famous now. I find you some photos and send them to you next week. 妈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不需要，不要麻烦，你不需要的。你礼物还没开啊？我可能到那个富城门卖了它。卖了它，你就不要到时候我手机上玩游戏的时候你再羡慕我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哎，那我先走了。嗯。啊。嗯。不要想我啊。嗯。好。拿个橘子。